大家好，这一讲的主要内容是必要的便利设施。必要的便利设施能够帮助我们的客人住得更加舒服，享受更加美好的睡眠。那我们的民宿需要提供哪些设施呢？首先是最基本的设施，包括被单、床套、枕头以及洗浴用品、热水壶、卫生纸、24小时热水、制冷制暖设备、无线网络和稳定持续的电力供给。除了刚才讲的基本设施，我们的民宿还可以提供一些增值服务，让我们的客人得到更好的入住体验，包括洗衣机的提供啊、自助餐具、停车场、土特产、当地的旅游指南或乡村文化展示、民宿周边的体验。我们洗衣机的提供能够帮助我们衣服带少了的客人及时的清洗他们的衣物。我们自助餐具的提供呢，也能方便客人使用他们外带回来的食品。停车场能够满足我们自驾游客的需求。土特产能够让我们的客人买一些伴手礼回去。当地的旅游指南或乡村文化展示能够让我们的客人更好地安排他们的行程和了解我们本地的文化。民宿周边的体验可以帮助我们的客人拥有更加深层次的体验，增强我们客人的满意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讲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